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小舅媳妇儿和大姨姐到我家来了，我媳妇儿竟然把我撵到书房来睡，我心里这个气呀！正好想起手机里还存着她尿床的照视频，拿敲诈她一下，现在就去，儿子，去给你妈叫来，去。妈，妈，哎，叫我干啥呀？叫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。给我看什么东西啊？啥东西啊？发钱了？这啊？比发钱还过瘾。看吧。妈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张照你怎么还留着？删了呀？删了。你有病吧？你删了，你留它干啥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拿来！此刻，你弟他媳妇儿在那屋。大姐在那，怎么？你看这个视频，要是看着老劲爆了，怎你么老看劲怎爆么了？办吗？啥怎么办？啥怎么办？删了！你干啥呀你啊？没明白你啥意思啊？没听说过有一个名词吗？什么？封口费。啥封口费啊？这个照片如果叫。你弟的媳妇儿还有大姐看着了，是不是老劲爆了？封口费吗？你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大姐啊，你干什么？我给你嘴封上，拿胶带封上。哎呀，封上，还叫我上书房里睡，好吗？那你说上你让你上书房去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高兴啊，老美了，大姐。你干啥？你要干啥？封口费，啥意思？意思我不给你钱，你把这视频给他俩看呗？没，我不是给他俩看。你说我要过去跟大姐聊聊天，拿电话，无意识当中一翻出来，大姐，哎呀，无意识当中一下看着了，哦吼，嘿嘿，你真有病，真的。我有病啊？对呀，得骂你来治哦，痛快点，一个字给，两个字不给，选哪个？不给能怎么的？不给那个大姐，多些啊！你看这 你看这个值多些，200，大姐，多些啊！我们那多些你给我去看呗，有啥的？哎，不是，你别让我弟媳妇看了，不是笑话吗？这一般自媒体啊，流通的很快的，300，弟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 你傻？越怕谁看着我就越怕谁，要不行我发给丈母娘看，500，弟。那多些呀！你自己看，500行不行？滴，谁去倒水了？1000，别说了，1000行吗？行吗？谁倒水？1000，来来，赶紧的，给你，等着啊，我去给你转账啊，等着，闭上嘴啊，封上啊，1000行不行？说不说了？能不能删？删了多少一啊，下，删。咱们的老百姓呀，真也不真高兴啊！